大家许愿已久的中型双肩包终于在本月上架啦，分别有经典黑、香芋紫色以及暗夜灰色，采用了高质量的防水尼龙面料。双肩包的正面设有一个拉链暗袋，车钥匙以及无线蓝牙耳机都能容纳在内。侧边的拉链口袋可以收纳出门必备的纸巾以及女孩们都爱的 CCD， 拉链更是顺滑易拉，主隔层能装入500毫升的矿泉水、小雨伞、眼镜盒、护照夹、迷你收纳袋，里面装的是防晒霜和消毒液、充电宝以及笔记本。这里还有一个口袋可容纳 10.2 寸的平板，也有一个拉链暗格，适合收纳门禁卡等重要物品，内部隔层齐全实用。双肩包的背面还有一个防盗暗格，可以装入长夹以及 6.7 寸手机。肩带是可调节长度的哦，扣上两条肩带可做双肩背包，扣上长肩带就能作为斜挎或腋下背了。纯色系列很好搭配衣服，无论是日常出门还是正式的场合都能用上它，绝对会是女孩们的必备包包。